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一号新中华新闻，我是陈希米。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由中华关文化局主办的2023中华剧场艺术节，将在9月二号在园林演艺厅登场。今年的中华剧场艺术节将由国内六大优质团队带来五个节目、四个工作坊、加三场座谈会，希望让观众会当甲编导、演员、幕后制作等等近距离接触，有无同款的剧场体验？打康打康，先来一场精彩演出。八卦山大佛改变方式去玩就可以变成深度旅游。你知道八卦山大佛怎么样？我知道，是很大佛嘛。我去过，我去过。你去过吗？我去过。但大家去那边都是看大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但我去那边的时候，我是去看整个彰化的风景哦。你是背对着大佛看整个彰化风景？我站在大佛的肩膀上这个样子，不对吧？不能上去吧？这个样子不可以上去。中华剧场艺术节是中华县年度盛事，今年再度针对无同的观众族群，规划了无同的节目。对9月3号开始，伫个园林演艺厅登场。活动期间将带来一连串精彩演出节目。今年中华剧场艺术节除了小剧场节目精心安排表演了后，举办三场座谈会以外，佫较增加四场笑点工作坊，结合了演员初阶体验、音乐剧演员体验等等主题工作，让观众会当甲编导、演员、幕后制作等等有佫较侪近距离接触，佮深度剧场体验。今年的彰化剧场艺术节，那总共带给大家六大优质的一个团队，还有五档精彩的表演，以及四档工作坊，还有三场我们演后的一个这个座谈哦。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引进这些优质的艺文团队，来厚植我们地方艺文的一个生命力跟涵养，也期待能够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那能够往舞台来发挥你自我的一个这个无限的一个潜力哦。那我们呢，第一档就是请到刚刚有为大家这个稍微好大概评比一下，不过好像听说已经完售了，那大家就明年就请早了哈。那各个团队带来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口碑、声量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评价。那我们呢，同步也规划了非常丰富、生动的、有趣的剧场导览跟工作坊的一个课程，相信能够给我们的乡亲喜欢这些表演艺术的伙伴们有这个能够更加的来认识剧团，然后呢，更深刻、多元的一个艺文的一个体验哦。中华馆长王惠美嘛表示，今年一度的中华剧场艺术节将要开始，在8月15号进行订票，也可以当有早鸟票，请五折的优惠。客票馆到园林演艺厅艺文店给消费，也可以当拍折。那我们呢，这个售票哦，在两厅文化生活售票的系统里面有很多的优惠。那在8月15号之前，你订购就可以享有75折的一个优惠。那你持了我们的票券到我们园林地区的一些艺文店家，你有一票，那双享的一个消费折扣。另外呢，如果你是年轻朋友，你使用这个文化币的话，线上来买园林的演艺厅的演出节目的青年席位，我们还有好礼三送哦，包括买就送，填问卷也送。那买了3次再送，再加码送哦，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乡亲从9月2号到10月29号，那一起来我们园艺厅、园林演艺厅，一起来欣赏我们为大家规划一系列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剧场。这次演出的园林演艺厅有专业的设备，是中部地区上好的展演场所。为了服务观众甲中部地区爱表演艺术的朋友。中华关文化局对1903年开始举办中华剧场艺术节，并且在1904年开始，年年拢得到文化部艺文场馆营运升级计划肯定甲经费补助，成功带动城市营销，创造艺文产业经济链。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